腾讯在 Spark 2023发表会中宣布，由 Smilegate 研发的 MMORPG 失落的方舟 Lost Ark 将在今年夏季在中国全面开放，即日起预先登录，完成条件就可以获得传说级坐骑。哇，原本预定今年1月12日要在台湾上市，结果硬生生被喊卡延期，当时世界闹得沸沸扬扬，引起大家联想猜测，这下是不是间接证实了当时喊卡是跟要在中国上市有关呢？失落的方舟故事背景设定在中世纪欧洲，描述一个和平的奇幻世界突然被恶魔入侵，玩家为了寻找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方舟展开冒险旅程。目前游戏已经分别在俄罗斯、日本、欧美等地推出，如今中国现在也有了进一步的规划，不知道台湾什么时候会开服呢？运用脸部动态捕捉的 3D 动作爽游《西游燃魂》5月25日开启限量精英山档封测，敬请联集，就差你一个啦！